杨家主劫硕了。我是修仙世家杨家家主，你不能斩我。那我偏要呢。我杨家在上界势力庞大，你斩了我，就算升入上一期万星学院也难逃灭亡。这样吗？是不是害怕了？放了我，向我求饶认错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那不在乎。什么？你杨家有些特殊，确实背景很深厚，不过斩了也就斩了。事已至此，继续向前探索吧。方天王恐怕……我还活着，还能动吗？不能。那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回来接上你。等等，我觉得我能动了，还是跟着你们一起走吧。好冷啊，是我太虚了吗？此地有古怪，温度下降了足足有几十度。前面有股不同寻常的气息。这是？这是？里面竟然冻着一个女人。她还活着吗？不知道在这里冻了多少年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们是何人？谁在说话？现在是何年何月？是那个女人在说话。啊，不会吧，她真的还活着？回答我的问题。这股威压是剑修的威压。前辈，我们是万星学院的学员，现在是万星历三百年。万星学院，万星历三百年，没想到过去这么长时间了。前辈，你是？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小心！可恶，我们在这股威压下根本难以行动。难！这女人到底什么来源？如此剑意形成的剑雨，竟然随意发出。告诉我，我是谁？这女人要疯了！我们哪知道她是谁？只要是被卷进去，连骨头都剩不下呀！如此形势下，我们根本逃不掉，怎么办？一声怒吼就产生如此强大的剑势风暴，这女人极其不简单。李安，现在只能拼一把了。李安，全村的希望，你可要给劲儿啊！砍！不行，我的攻击对剑之风暴毫无作用。我之前牺牲了无数剑意，现在只能再冒险一试了。李安，势不可为，你先离开。别呀，他走了谁救我们呀？李安，你先走吧，别管我们，能活着出去一个总比都亡在这里强。我还没活够啊。一个大男人唧唧歪歪。事情还没有到完全的绝境。啊，他还真想不开。完了，全村的希望没了。相信李安。这玩意儿相信也没用啊，进入后肯定连渣都不剩。狂暴的能量，我根本无法控制我自己。